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为你高考加油，为你高考加油，为你高考加油，你高考加油，为你高考加油。我是庄卓平，毕业于福建省漳州实验中学，毕业于辽宁省丹东市第二中学，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中学，广东省中山纪念中学，江西省临川一中，甘肃省白银市靖远县第二中学，天津市南开中学，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二中学，江苏省苏州中学，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。高考不仅是知识的竞技，更是心态的挑战。在感到紧张时，不妨尝试调整自己的状态，端正坐姿，双脚踩实地面，深呼吸，平复心情。考前翻翻自己积累的错题，还有做过的题，做到心中有数。将高考当作寻常的考试，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。就算有些紧张也没有关系，适度的紧张可以更好地调动做题状态，不必纠结于已经考过的科目，也不能彻底打乱平时的作息。不要掉以轻心，严谨认真地达到最后一分钟，好好把握做题节奏，对自己有信心。平时的复习就是你们此刻的底气，尽全力，不留遗憾。十年磨一剑，六月是锋芒，所有努力都将在当下绽放。希望你的高考成绩能够照亮你的整个夏天。山川是不卷收的文章，日月为你掌灯伴读，一定能交出最为满意的答卷。你要相信，这三年的积累在高考这一刻都将助你成功。相信自己，三年的沉淀会给自己带来满意的结果。星光不负赶路人，笔锋所至，心之所向。期待你跻身百年复旦的星空。2024，2024，2024，2024，我在复旦等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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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复旦等你来。你看到的就是复旦。